好像是三级片，不是 A 片，然后呢出来就很想尿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完那就很想尿尿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早上做错事情，有罪恶感，不敢回家，其实家里就一转个弯就回到家可以尿尿。排队的时候我妈在巡场，我妈就看，梁伟你在干嘛？看电影啊，然后我妈看一下这厅在演什么，你看这个，又把我毒打了一顿。就后来长大一点，我这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同学聊到，有一个同学说他想要当 A 片打马赛克员，我说哇，这个职业存在耶，而且我可以看到原版的还未上马赛克之前的正片，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瞄准的很好，然后做这个的技术。爸妈反对我梦想，所以就中间有一就此打住一阵子，然后那阵子因为我是篮球校队，又来了，在这边，哇，很 man 的，我那时候真的曾经想过，我可以当亚洲第一个进那个职业女篮的。哎，你，我在右边右下角，我知道这个。对，你真的确定你当时不是 T？ 我不是，我很喜欢男生。对，那时候做的事情都很 man 的，什么学那种什么 boy 的。然后那时候为了学 Michael Jordan， 我只要一上篮，我舌头一定要伸起，因为他百发百中都是舌头上啊。对，我之前都是 miss 掉，一定是舌头那个平衡的问题，所以每次上篮都一定要伸手，所以这当然是绅士。就是有曾经一阵想要变成真正的运动员。然后那阵子那个奖牌也得了很多，奖杯也很多，但是后来好像也是因为身体格上面的限制，慢慢越来越对，后来就觉得运动就是身体健康就好。然后有一阵子也是因为漫画《城市猎人》，大家应该看过嘛，孟波啊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卧底，我想做那种接 case 的侦探，帮人家对。然后那时候疯到就是。随时都会觉得有人在跟我讲话，嗯，是的，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。然后呢，你看你这是幼稚园卡到音到现在还没好吧？而且重点是我那个什么，城市猎人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留 XYZ 吗？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只要打，然后我就会跟爸妈到乌来啊去远郊游的时候，就会在树上刻 XYZ， 就觉得他会跟我们的 case 联络。可是后来发现忘了留那个地址，只要我到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我觉得、这个地方会有人找我做 case， 然后我就 X Y Z 这样刻下来。所以这个 X Y Z 当年在环保局是一个悬案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就是什么有地方留厕所，还会写 X Y Z 这样。老实讲，林甲还想当 A 片的马赛克操作员。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？其实我跟 A，OK，、okay, 你跟 A 片很，我跟 A 片渊源要就从我小时候开始说起。有一次因为我每次进去都是吹冷气，看电影都吹冷气，有一次走进去，然后就吹冷气，可是里面在播好像是三级片，不是 A 片，然后呢出来就很想尿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完那就很想尿尿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早上做错事情，有罪恶感，不敢回家，其实家里就一转个弯就回到家可以尿尿，可是我不敢回家尿，我就到那个公共厕所，大家然后想说哇，怎么市场出来的人每个都要尿尿、啊、是，然后我就在那边排队的时候，我妈在巡场，我妈就看，梁伟你在干嘛？看电影啊，然后我妈看一下这厅在演什么，你看这个，又把我毒打了一顿，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片子，然后原来是情色片，结果后来长大一点，我这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跟我朋友同学聊到，有一个同学说他想要当 A 片打马赛克员，我说哇，这个职业存在耶，而且我可以看到原版的还未上马赛克之前的正片，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瞄准的很好，然后做这个的技术。瞄准通常是我们男孩在瞄准，不是因为有些时候会打得太大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了解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可恶，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，你打马赛克稍微好不好，瞄准一点。